一会儿我抬手的时候，大家帮我一起拍一个节拍，好不好？谢谢。弟弟还挺会互动的。DJ Jobby，DJ Jobby，DJ 惹你了吗 ？Thank you， 我真的 Thank you 了。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没有理由的离开 ，Baby。I'm sorry, I'm so lonely。Yeah， yeah， 看见信息不是不想回你，只是我的。对话少了一些甜蜜，看似很正常的语句，但透着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也许是正常的关系，没有理由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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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理由，无法挽留。啊哈，他俩是不是下凤凰传奇？爱情，爱情，下凤凰传奇，说停就停。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都没有那勇气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我们都没有做一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原因，没有理由地离开 baby。 I'm sorry I'm so lonely。 See， 没有理由，没有理由。 Yeah， 这是废啥呢？谢谢大家。全场，妈呀，我紧张死了。这首歌陈明波唱的老好听了，是吗？巨好听。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姐，今儿个行凉哎，有两把子刷了。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放下。大好听。来回争吵过多少爱，反复试探了多久来，你是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的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王素龙，王素龙，王素龙，王木爷，王木爷，王素龙，王素龙，咋还开始 battle 了呢？命运它向来不死不休，伤心人只能半醉半酒，年轻的爱人纵情丰富，水难收把懦弱当自由，我们早晚要成熟成熟，时间从不是记忆的对手，到老地方去叙旧，我们谁都别难受。在眼泪落下之前，我们好好聊聊天。王哥，王哥，我必须得说，每次哥哥唱歌，我就是像被击中了的那种
哎，就是那心脏重重一击。那个时候我的整颗心脏都是哥哥的，其他男人都已经从我的心房离开，就这个心脏里面的左右心房左右心室只有汪苏泷哥哥一个人。刚才这首歌是汪苏泷作曲，绿锦写词，然后非常谢谢吴牧野老师为这首歌提供的钢琴的旋律，谢谢大家。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一群特别的嘉宾，接下来有请我们海南省海洋环保协会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燕老师上台。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带来了两个特殊的礼物给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节。哇！是用瓶子做的是吗？对，嗯。这个作品是我们的海洋大使，也是著名的艺术家魏野老师和高格老师他俩共同创作的，叫《来自海洋的一封信》，用的全部都是在海边捡拾的一些废料，有泡沫，有我们喝过的饮料瓶，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以来用的最多的也丢弃最多的是什么呢？口罩。对对，口罩。嗯，据我们海洋环保组织的调查，就这一两年我们人类往大海里丢弃的口罩有几十亿。很多的海洋生物就是因为由于塑料垃圾遏制着它们的呼吸。不能降解的塑料变成了塑料微粒，进入了这些生物的体内，它们不能消化，最终导致体内的一个残害。是的，其实李老师，这些垃圾我们也非常熟，因为我们也会捡到很多这样子的垃圾，所以真的在这里呼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海洋，就是爱护我们自己，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好不好？好。欢迎一直以来为海洋做出贡献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音乐晚会，辛苦大家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含有 1.6 倍鲜活营养的经典冷藏鲜牛奶。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经典鲜牛奶相信每一个环保的日常举动都能让地球更加美好，让海洋生灵得到更好的呵护。是的，用心守护每一个鲜活生命，贡献鲜活家园，让我们一起干杯吧。来来来来，垃圾丢在海洋里满了，差不多的。咋这么多呀？很多很多。看到我们的海边就有很多垃圾嘛，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海洋，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物。我们要为这个生态环境去做出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热爱我们所生活的地球。